揭东县华典世通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是一家集产品研发、制造、销售及服务于一体的专业不锈钢餐具生产商。公司位于美丽的潮汕平原，坐落于有着中国五金基地市之称的揭阳市，雄居11000平方米土地。公司依托成熟生产技术以及先进生产设备，严格按照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标准组织生产，将每一件产品打造成品质优异的精品。历经数载春秋，华典人始终坚持走研发和创新之路，每一件餐具背后都有一段不同寻常的故事，每一件餐具均与不同的文化融为一体，每一件餐具都代表着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。嘉禾富贵系列、青花瓷系列、大头笑脸系列，有家族文化，有古典韵味，有亲情，也有爱情，有时尚，也有经典，满足不同人群个性化需求。品质源于实力，科技铸就辉煌，创新是华典人进步的不竭动力。成立至今11年，坚持不懈，11年卓越领先。每一个华典人付出100%努力，为不锈钢餐具行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热量。华典人没有骄傲自负，未曾停止向前发展的脚步。经过不断努力，我们所生产的不锈钢餐具被国内广大知名品牌企业所应用，包括伊利集团、统一集团、中国银行、平安保险、卡夫集团、中国石化、中国移动等等大型企业。它随应用的改变而呈现不同身份，有时它是快消品的宣促，有时它是金融与通信系统的积分兑换，有时它又是商务会议的馈赠等。有需求的地方就有它。华典世通产品远销国内外，外贸主要集中于欧美、东亚地区，内贸主要集中于礼品渠道，产品在业界以极好的口碑和性价比深受客户好评，销量多年来始终位列行业之首。华典人不懈努力，培养出了一支极具高新创作力的设计人才，打造了技术精湛的生产队伍，组建了充满朝气与激情的营销团体。以锐意改革，开拓创新，以市场为导向，致力于追求产品高品质，服务高水平，最大限度地满足顾客需求，严格按照质量体系标准要求，实现对生产服务各环节的严格把控，以优质的产品、高品质的售后服务，不断提升产品价值和华典人企业形象。精诚合作，远近未来，力作中华之经典产品，壮举世界通行之伟业，正是华典人的真实写照。华典人将站在新的起点，坦然迎接机遇和挑战，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竞争中不断超越自我，积极创新，与广大合作伙伴携手共赢，再创新的辉煌，为打造不锈钢餐具行业标杆而奋勇迈进。